点一盏心灯，祈求智慧光明，同时也为家人求健康。新城禅寺这次新月幸福中秋活动，祝福现场民众，同时让大家人人点一盏灯，用真心的祈祷天下无灾。在这诚心祈求咱在座的菩萨，咱的长辈，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，会当福慧增长，个个拢会当行动自由。第二，祈求咱在座各位贵宾、志工及所有来参与这个活动的家属，在诸佛菩萨的加持之下，愿大家健康、平安、幸福，远离一切的灾难。希望佛祖加持，让咱的国家、咱的社会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、四时无灾，让咱的天下、咱这个地球、咱这个世界永远和平，永远无灾无难。由师父的祈祷带领大家，在茫茫黑夜中点一盏心灯，照亮别人，同时也照亮自己心灵阴暗的角落，让这善的力量像心灯一样照亮别人，让这善的力量像心灯一样照亮着大家。十方新闻王天伦、许建义，高雄采访报道。